六，哎，十六，我看到十六了，但是他没接我电话。我知道，现在要找一下宁君。可是我一直说满满都是人，但是没看到我要找的人。哎，找到了的，搞什么东西？这么矮怎么找到？找得到我？这么矮。为了等印尼的临船道回来，所以这个时间点晚凌晨1:35的，我们人还在这里，好累哦。至少是凌晨1:00还这么多人在那边等啊，他们都傻子啊，凌晨1:00自己坐计程车回家。我来期待一下我们的临船道，现在变胖变瘦变高变矮变胖变帅啊？你就是从这个看吧。对，看到了。没有没有，他是他都去的时候跟我们去的那一天啊，跟我们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是希望他成为传道啦，我们先祝福。我们他21岁年纪就当传道了，也是有对。那个谁做的算是当传道、啊？那个谁？谁？很多了，很多了。哦，对了，很多了。但是我26岁当。哦，是吗？所以你们也在接教会？28岁当牧师。好、哦、牧师啊，哦，你们也在接你们的那个。我们另外一个牧师。哦。然后那个文宏那一天就刚好跟着那个。哦，这样子哦。他就那个，不是我们，没我牧师是，那个我们那个牧师是他带27个人去。哦。他在台湾要带队，他被规定要带队。哦。然后就分，然后分到最后这个人到我单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文宏到我单了，我们的还没出来。心跳好像加快了，哎，我现在真的心跳。你紧张个屁哦，又不是你出来，很紧张。16吧，北会面点，16北边的16，对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第一次来，我哪知道？16啦，好了，等你哈，赶快哈。火速啊，火速的啊，奔跑啊，奔跑不停止啊，向着标杆直跑啊，弄起来，弄起来，啊，好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讲了一堆干话。怎么办？我要躲在你后面，我就刚刚先看到我。你先躲在我后面，然后把牌子举起来。等下，我说举的时候，你就咚从我背后面飙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先下来，先下来，先下来。他说他要出来了，他在领行李了，好不好？你先，我可以，你先准备好，你不要弄，把一切弄好，好不好？一切弄好啊！哎，你多好，你多好！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！你要叫我举标旗。周杰伦，举，可以举了，举了，举了！哈哈哈！我们欢迎。周杰伦。哇，终于接到了。我说甩。等一下啦，我们还没有。我们还没有进去，很便宜，还没升。我们还没那个了。这是你要念出来，这是我为你写的回家的那个感恩词。桃园周杰伦。不要再退了，不要再退。落叶归根，大声一点呐！落叶归根。学成归国，台湾之光，浓缩再浓缩，操练再提炼，再提炼。哦，提炼再提炼。哇，你的声音真的不行哎。对啊。我来再多吃一点。好啦，我们先出去啦，快点车，快点车。拜拜，牧师。拜拜。拜拜。
哎，很想你呢，已经凹掉了，想你呢，我很怕，哎呀，要点交哎。哎，是李良堂的啊，等一下招呼。哦 ，Hello， 我们现在太夸张了，我们现在到处拍。他其实我们要帮，因为他叫我们，对，因为他回来，你是像刚刚那个得金牌的吗？你叫什么牌？我是那个神主，哎，不是，神经兵牌，神经兵啊，没关系，我不急。啊，我很急，因为停车费我们。有你，对啊，从印尼挣钱回来，我身上完全没有钱，他才27、28，他说28，对啊，超年轻，那时候我就是跟他一起，没有啊，你也是我们同船到啊，陈龟，对，不要这样，你现在这样搞得好像神主牌，不会，不要这样子。哎呀，撑伞！哎，我们看故事觉得入门怎么那么棒哎，还这么隆重欢迎，拜托！是感动啊，这个照片要换一张。没有啊，不行啊。这张照片为什么是这张？你知道吗？他传了很多照片给我，我选了这张是雅婷姐选的。我说雅婷姐，你帮我选一张，他就选这张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好，放这里好了。这样大家都知道你回来了。我们的游览车来了。再来。你为什么要买一个吉他？啊？为什么要买一个吉他？教会买啊，因为教会没有电木吉他，他会弹我的吉他，然后我吉他想要拿回家。所以这个是帮教会出的吗？奉献的。没有啦，跟教会会跟教会请款。啊，因为很便宜啊。但是他是我们校长特别挑的，我们校长是吉他手，我跟你讲，他68岁了，可是他吉他是超级强的。这里，等下再跟你们讲他们敬拜团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敬拜团真的太强了。起来，可以了，不要管我，哎，因为我为了拍摄，我就录你，然后你自己搬一下。没有啦，你帮我拍一下，好，录影，小心啊！好啦，这样子，加油！后面有一个，我就先放着，我怕你等下再拿就很麻烦，不要装，再分给你。他其实现在心里面很紧张，因为没有那个东西，不知道怎么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全部这样超过30，哇，好重哦！其实我们限重30，然后我30.1，啊，点一怎么算？我们就团体啊，所以就可以啊。哇！最 new 的什么歌？欢迎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哎、欸，对了，我们设计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这样？我们东西都放前面了。对啊，怎么自己去坐前面的？对啊。后面明明就很舒服。啊，这是为什么要这个坐垫？临时传到都腿。我怕你回来长痔疮。啊。我怕你突然想倒。不会有这困扰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回家了。回家。跟大家说拜拜。没有拍到我们，有啦，哎、欸，拜拜，回家喽，各位平安喽，平安，大家好啊，拜拜。在你旁边就是显得很黑啊，好看镜头啊，传到了。